线路外面接没事，线路外面没事，并且那个这边有个防空插头，然后线拖的好长，就掉了这里。啊，上次现在。啊，这两个能进吗？走。它那个线露在外面，不是露在房里面。对，线放在外面。哦，而且原来这边防空插头就这里，就是要插哪个就插哪个是吧？对。要哪个插哪个，插哪个。就是这里装一个，上面装一个传感器。对。不过那种怎么说呢？那个大单位的才用得到，比如说那个几十吨的，不像那种小型的设备，它就是用不到那种。但是大单位也要配一个小连成传感器嘛，对对对，上面。对。它就是为了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方便连成切换，而也不是方便那个更换夹去。是吧？那个方便连成切换嘛。对呀、啊。放到我镜头。有些是为了方便切换夹去、嗯，也可以。可以可以。以单位带就是大单位带小单位的传感器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五吨的，我下面知道吗？再加一个几百。像那个不是那个测海绵那个吗？测那个什么航空座椅海绵。对，而且两个人是吧？就是只有两个人。它是这里接上面接嘛？对呀、啊，它就是上面是小的，这个是大的。哦，你意思说这里接五吨的，下面可以接个50公斤的、100公斤的？可以啊，你是传感器带传感器可以的，这必须是大的带小的。只要把那个切换一下，把那个线重新换个线，然后在软件上切换一下两手就可以。这样可以这样吗？好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对，它这100公斤应该变形量会多少？不是，就是这里变形对它力真有影响。没有影响吗？有什么影响？那小的都是小的，小的。